张艺兴作为娱乐圈新时代认真努力的代表，最近他为时尚杂志拍摄了新刊封面，墨绿色风衣使张艺兴给人带来一种沉稳安静的感觉，他巧妙地与破洞黑色内搭结合，让整体充满格调和高贵，展现个性不羁的一面，再配上冷峻的外表，严肃的神情，让人不禁怀疑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绵羊吗？而饰品对这套造型的点缀也是恰到好处的，背头造型展现成熟魅力，昆虫耳饰彰显独特个性，不经意间的回眸更是展现了令人羡煞的下颚线，以及与生俱来的高级感，让人深深的沦陷在他的魅力之中，性感又沉稳。张艺兴的机场造型也是绝对不赖的，一件黑蓝拼接毛衣下搭黑色破洞牛仔裤，简单素雅又不会显得单调古板，黑色与蓝色都属于沉闷系，两者结合却被张艺兴驾驭出清爽阳光的腔调来，胸前的挎包更是展现时尚潮流，真是妥妥的男友风穿搭啊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